现在怎么停了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我去看看。啊，你小心点啊！咱俩不是被困在这儿了吗？怎么样啊？你先别急，我想办法呢啊！喂，有人吗？电梯出故障了。哎，有人吗？能听见吗？哎，你好，电梯出故障了，我们往下掉呢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喂，哎，喂，喂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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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死在这儿的话，我可就太冤了。我。你们能听见吗？啊，能听到。那是被困了吗？你们是被困了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被困了。几楼啊？你们现在在？我这，喂，我看不清啊！我别着急啊。行了，没事，你别哭了。这电梯没往下坠就没有危险。行了，我们在这待着，等他们来救咱们。那万一他们不来呢？你刚按了那么多下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完了吧？这电梯要是掉下去的话，我们就是摔死；要没人救咱们的话，就是饿死。哪儿那么容易饿死？我现在就很饿，我肯定死你前头。完了完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呀，行，你安静一会儿吧，你喊也没人听得着。我本人于颂扬，郑重承诺，如果我要发生意外，遭到不幸。我名下的所有财产无偿赠与暴雪同志。踏实了吧？得了吧你，咱俩在一块儿呢，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，你这人情送的也忒鸡贼了。你没吓坏呀？你这也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这行，起来起来吧。哎呀呀，不行，万一他掉下去怎么办？听我说救命的话听好了，如果待会儿电梯发生急坠，你要抓紧那最后几秒钟窜到我身上紧紧地抱住，记住了吗？呸！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，临死了还要耍流氓呢。你怎么那么龌龊啊？你听好了啊，电梯坠毁那一瞬间你在我身上，我脚先落地，就因为那一丝缓冲你就比我多一线生机，明白吗？快！哎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哎，遗嘱失效了。吓死我了！对不起了啊，姐姐，我们来晚了，你们来早了。好好修修。哎呀，太抱歉了，不好意思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